我们今天来到大同的扭蛋区，我来看看有什么好看的。噔噔，找到了我们的目标了，这应该看起来也是陶瓷的。妹妹，你想要哪一个啊？这一个跟这一个。你想要那杯子跟那个？我想要这一个。悠悠 ，Hello 啊，你想要哪一个悠？你想要哪一个啊？我刚才不是说我要这个吗？哦，你想要香菇啊？好，那你跟姐姐的孩子来扭吧。今天看我们运气哦不哦，有没有偷到我们要的东西？又拿出来是什么？哎，这个看不出来嘞。那我们先来打开看看好了。紫色的，对啊，我们打开看看，给姐姐看一下是什么，好期待哦。对啊，希望是我们的是，哎，这紫色很像你要的那个，哎，现在我们就超欧的了。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来开开看吧。Hello， 嗨，你看姐姐投到什么哟？哎哟 ，no， 先让姐姐看一下。你们两个温柔一点，悠悠你温柔一点。那个是陶瓷的呢。姐姐要暴力开了吼！哇，好可爱哟、哦！虽然不是我们要的，可是质感还是很好哦。我想要看一下，它是陶瓷。那我先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先让我看一下嘛。哇，是美乐蒂跟他的朋友，很可爱。那再继续我们的选我们要的东西，再来吧。好，再来第二次，希望能用到我们想要的哦。好，转吧，又拿出来啊！怎么又是紫色的？不会吧？要哭哭了吗？又应该是杯杯，又是杯杯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哎呀，不会吧？又一样吗？一样吗？一样哦！哦，我的老天爷！那你还笑那么开心哦？哦，好吧，那再下一个，这一个啦，给我们吧。也有转吧。不要跟我讲又是紫色哦！我跟你说哦，终于不是了，吓死我了。我今天不想当非洲人哎、欸，好像也是杯子，是我喜欢的。又是杯子哦、喔，把它打开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我不要当非洲人呐、啊。是我喜欢的哎、欸，真的哦、喔，赶快开来看看。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让姐姐开。又是杯子。没关系，如果是喜欢的话也没关系。哇，是姐姐喜欢的杯子哎、欸！来，让妈妈照一下。好。让妈妈照一下哈，是姐姐喜欢的，终于有一个了。那我们现在来挑战盘子了。好啊，好，最后一次了，最后一次了，赶快扭吧。没有，你不要转。你要转啊，又转转，最后一次了，你要妈妈要盘子哦。啊，卡蛋了哦，出来了。哦哦，总觉得你们那个再重来一次吧。好，转转出来啊，又是黄色，不会吧？哟，你觉得是杯子还是盘子？杯子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今天都没盘子哦。你打开吗？你有那么厉害吗？不要是刚刚那一个哎、欸！哦，我要哭了我。真的是哪一个？啊，又重复，四颗，两颗，重复。
天真是又有来来，你说今天真是太非洲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扭不到盘子就是不甘心，再来一次吧，一定要再给我一个盘子。好，右转。你不会转啊？那你拿好了，给我个盘子吧。哎，颜色不一样哦。哎呀，是不是姐姐要的盘子？哎，捣蛋鬼，好了没啊？好，谢谢。是盘子，赶快。啊，又是杯子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我的老天爷啊！好了，至少不一样吼。现在我比较安慰一点。啊，我看一下。是哪一个杯子啊？又是杯子，为什么一直杯子啊？明明说最后一次了，还是想要盘子，再来一次好了，这次换我了。我想我的运气应该会比较好一点，加油！啊，妹妹帮我拿一下，为什么是透明的？感觉有点不安哦。盘子吗？啊，我的运气比较好呢哦。开了吗？到底是哪个盘子？赶快给我看吧。第六颗才拿到盘子，会不会太夸张啊？是我喜欢的，不是妹妹喜欢的。Melody 的大脸，伤心还是要拿给我啊！终于有盘子了耶！你看，好可爱哟、哦，而且是陶瓷的哦。啊，为了你，我第六次才转到你。美乐蒂的扭蛋开箱啦！这一次扭了六颗，两颗重复，战力不佳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重复的东西吧。这个它是陶瓷做的，所以还蛮有质感的。可是扭了两个一模一样的。这个是白色的美乐蒂跟他的好朋友，最后这个跟他长得很像的没有重复，一只老鼠跟美乐蒂，最后最后终于来了一个盘子，唯一的盘子，美乐蒂的大脸，这个超可爱的，可是只有一个。今天的今天的运气不太好，六颗两颗重复，质感还不错，有看到的朋友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扭一下，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记得要按赞订阅哦。